从前期的项目接洽、定点到最终交付，像这样的交流会我们大约会经历数十次。他们的稳定供货保障了我们车型的及时交付，同时也赋能车型的研发和生产。我们双方的这个合作啊，都是相当于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这个过程。现在目前已经研发出来我们很多的消费者都喜爱和认可的一些产品，在新技术上面对于我们下一代的混动车型丰富了产品的这个需求。当然我们合作的前提呢，是希望能够跟中国新能源汽车共同增长。我们也看到跨行业跨领域的创新合作以及更开放包容性的创新，也是新能源汽车目前的一个时代特征。中国车企的创新能力以及对于市场战略的把握以及迅速灵敏的调整，给外方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。外方长期的技术积累和沉淀以及更加智能化的生产经验，可以一起为中国车企提供更好的一个平台。通过中国车企和国际化供应商之间的深度合作，相互赋能，更加有利于推动整个汽车产业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。